啊，船有点晃，你下来的时候小心点，抓住我的手。站好了吗？ 怎么了？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？啊，那个呀，这些灯是为庆祝岛上的一个节日而准备的。嗯，据我所知，每年的这个时候，岛民都会用椰子壳做灯。 挂满岛上的每一个角落，来打破传说中的诅咒。没错，传说在这片区域游荡着一个幽灵。几百年前，幽灵曾是一个水手，他和海上的精灵相恋了，两人的恋情遭到阻挠，水手受到惩罚，被囚禁在这座岛上。于是他不停用椰子做灯。 用灯光向外界发出信号，希望恋人有朝一日能找到他，救走他。这则传说便是岛上节日的来历。岛民同情水手与精灵的遭遇，于是制作提灯，帮助他们重聚。是啊，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个节日才来到这座岛上的。 算是吧。来过这里的背包客都说，这个节日可好玩了，特别是制作提灯这个过程，如果情侣一起体验的话，还能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哼，我也好想体验一次，所以，姐姐，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啊？ 请你放心，别说是工具了，就算是这片群岛所有的椰子，我都能为你弄到。不笑话，不仅不笑，我还要帮你做出最好看的椰子灯，让大家都羡慕得要命。今天先好好休息，明天开始我们就去找椰子，怎么样？ 还好他答应了，别怕，马上就到了，就是这儿了。你等我一下，我下船拿点好东西。 东西可能有点重，文臣，你和我一起来吧。啊，好的，二少爷。不是要过节了吗？有些岛民会卖处理过的椰壳。 他们雕刻起来更方便，这样你就不用担心做不好了吧？嗯，最好这样握着雕刻刀，不然容易受伤。
别光看我的手呀，又要磕歪了。姐姐，等会儿你做好提灯，能不能送我呀？这么好看的东西，我突然不想给水手了。我明白了，都听你的。哎，竟然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。其实我已经来这里很多次了。我读大学时一放假就满世界跑，有次发现了这里。正好我们最近都有假期，我就想着带你一起来看看。嗯，只有我一个人到处乱逛，还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做手工艺品。啊，都是我自娱自乐了，那些椰子也不知道被扔到哪里的海滩上了。毕竟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嘛，留下那些东西也没什么意义。不过早知道你会喜欢，我当时就应该好好收起来的。哎，你提醒我了，还有个地方没带你去过呢。那里是岛民向我推荐的，听说他们从小就喜欢去那儿游泳。不久前，那里还被当地旅游局划为了最美海水浴场之一呢。你就好好期待一下。啊，水有点浅，船没法再往前了。这里到旅游局划定的分界线还有一点距离，你想再凑近看看吗？到我这里来吧，姐姐，我带你去看珊瑚礁。没事，你看这里一点都不深，而且还很暖和。再说了，无论是开放水域潜水证还是国际救生员资格证，其实我都有哦。而且温晨也在看着呢，绝对可以保证我们两个的安全。来嘛，你不会后悔的。该不会，你其实不会游泳，想要泳圈吧？这不，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吗？还有那么可爱的小黄鸭。如果你还需要其他辅助道具，还有浮袖、救生马甲。好不容易来这一趟，你就当上游泳课，我是教练。
与其说是喜欢，不如说这里是我的避难所。出国留学后，我一个人在外，好不容易尝到了自由和清静的味道。但每逢假期，总会冒出一群人，想让我回未名氏，拉我进他们的社交圈。躲避那些烦心事的方法，就是不断的逃，跑到天涯海角，让他们找不到我。群岛叫做赫莱纳，在当地的语言中意为远海之龙。传说中，岛屿囚禁了水手，对当时的我来说，却是独一无二的世外桃源。啊，我心中这里。我想告诉别人这里有多美，但大家好像更在意生意和晚宴，所以那时我在心底和那群人打了个赌，他们要我遵循既定的生活轨迹，只要照着做，这辈子都会平安顺遂。那我偏要反着来，去冒险，去找到那个真正纯粹的人，将我的宝藏献给他，然后我们在这儿住下，我去当水手挣钱，到了晚上，他在港口点灯等我回来。所以这次呀，我们做椰子灯，是对未来生活的排演。会帮我打赢这个赌吧。没事，等会儿再说也不迟。在这里一直泡着交流怪累的，我们先回船上吧。姐姐，我这好像有点状况，小腿突然有点痛。还是使不上劲，该不会是太饿了吧？不，一定是饿晕了，吃点冰淇淋就能好，这是岛上的人告诉我的土方法。二少爷说，他要我准备好甜点。先别管那么多了，你就行行好，再推我一把。帮大忙了，我就知道你最喜欢我。特别好，冰淇淋奶味特别浓，配上果酱，啊，真是绝妙。
不，我是说，哎呦呦呦，可疼了啊！姐姐，我说真话还不行吗？其实。我不止小腿痛，心更痛，因为差点被你抛弃。好，好，那我把勺子放下。作为赔礼道歉，我诚挚邀请某位精灵般善良的姐姐下水，与我共进海上下午茶。本人奉上这里的 buffet， 只愿他能回心转意。如果他想没收陆景和先生这辈子能吃到的所有冰淇淋，哼，也不是不行。言尽于此了呀，姐姐，现在你愿意回我身边了吗？辛苦了，接下来我去关掉船上的灯吧。其实，我早就看出来你很在意这件事了，也确实想告诉你真相。只是真正的原因，完整的故事，可能会有点破坏气氛。有一年假期，我刚拿到游艇驾照，几乎天天泡在船上。温晨打来电话叫我回去，但我总想再待一会儿，一个人到处玩，自由自在。那天晚上我开船回港，发现岸上的灯居然都熄了。没有亮光，也没有人声。好像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和传说中那个水手一样。也许兴奋战胜了对未知的恐惧，你猜猜看，我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？现在这样，就算是温晨也找不到我了吧。不过，港口不点灯，我可没法停船。总不能一直飘在海上吧？万一船出故障。那个瞬间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，是那么无助。而最让我难过的，并不是这个事实。就算回到岸上，等待我的，还是那些鱼龙混杂的人。还不如一个人待着呢。好在最后，奇迹出现了。就在我难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了灯光，数不清的灯，从海港到山丘，一点一点，全部亮了起来。
就好像真的有人在呼唤我平安归来。后来我才明白，那是岛上在过节，也知道了水手的传说。从那一夜开始，这里成为了当时的我的世外桃源。无论是想潜水，还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，我都会来这里。只要看着这里的灯光，我就觉得希望好像触手可及。甚至我还想着，说不定有一天，像水手和精灵相遇那样，我也会碰到一个人。他会比世上的一切都耀眼，会让我忘记炫目的灯火，带我远航。啊，还记得吗？我说过，现在你才是我的世外桃源，所以我才一直想着带你来这里，想给这场因孤独而起的漫长旅行画上一个句号。从此以后，我们的每一场旅途都会获得新的意义。如果现在你面前的人就是那时的我，你会对他说什么呢？请告诉我吧。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怪声？没事，我去捡回来就好。不用，我看到了，他们就在一层甲板上，估计要到时间了，可不能坏了节日习俗。我在。我不会消失的。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了好久好久。你该不会失忆了吧，精灵姐姐？很久以前，我们谈过恋爱，搞得我好惨。我哪里睡得着呀？为了向你求救，我做了这么好看的椰子灯。听我说，我之所以会在这里，
是因为咒语将我困住了。我待了这么久，直到今晚才见到了你，所以你愿意解开我的咒语吗？刚才的话才说了一半，我还在等你回答呢。我要的答案很简单，一句话，三个字，就能打破咒语，让我完完全全属于你。再回头也不晚。至于现在，我特别想找到当时在船上的自己，告诉他：“喂，别难过了，你无意许下的愿望真的会实现，只要再等一会儿。”姐姐，我要是不说，你要在这里趴到世界末日呀。你要找的是这边的鲜果冰茶，还是那边的西瓜刨冰？我也好渴，让我喝一口嘛。我只是准备了早饭，过程可曲折了，根本来不及吃一口。比如说，我想从躺椅上下来，你一直抱着我的胳膊，不让我走。好了好了，不打扰你填饱肚子了。岛上的人说，如果水手真的被猎人救走，第二天一定会放晴。我们说不定刚好见证了一场传说的诞生与结束呢。
如果是你，会带我去哪里呢？我可是记得清清楚楚啊，昨天你可是答应过我，要带我走。要不我先把这杯饮料没收，等你想起来了，同意不反悔，再过来拿。我以前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手机信号不好，连不上翻译软件，就用这个和当地人交流。用的久了，有时候地址、房间号也会顺手写上去。啊，当然，还有想去的地方，有时候突然想到了，就记录一下。就是因为太近了，老是不记得要去看看，而且我又不怎么做饭，去那里也不知道该买什么。这个呀，是和赫莱纳群岛有关的呢。你记不记得呀，昨天岛民点灯的时候还在唱歌。因为实在是太好奇了，我试过和他们交流，想知道歌词的意思。弄懂了大意后，我按照自己的理解润色了一下。当时还想，以后要是有了女朋友，她会不会看到。谁知道呢？这到底是什么？你读一读不就明白了吗？我见过世间万象，繁星入水，潮托日升，却只愿与你远航。啊，总算接通了，这信号来的可真不容易。我已经落地了，你在接机口吗？坐了那么久，有点难受，真想快点下飞机。哎，你怎么东张西望的？机舱里可没什么好看的。有个很眼熟的东西，好吧，关于这个，我确实有事瞒着没说。之前我们不是做了很多椰子灯吗？我特意把你做的特别可爱的那几只留了下来。啊，刻坏？怎么会？不仅没坏，我甚至觉得它们还有点现代派的灵气。如果拿出去拍卖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出高价购买哟。哎，你别生气啊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。我其实是想把它们拿回来再加工一下，好留作纪念。说不定你哪天来画室会看到好多漂亮的小灯，就像我们那晚在海岛看到的那样。有人来了，我得离开一会儿。我会找个理由脱身，老地方碰头。不用担心，在甩开他们逃跑方面，我可谓经验丰富。好了，
就到这里吧，我们过会儿见。